健康加财富，知足就是福。大家好，欢迎再度来到邱正宏谈健康。最近很多人跟我说，邱医师，脸书啊，第一页出现的都是你的广告啊，他们看得很动心啊，就觉得有这么好、这么神奇的减肥产品了、啊，每个人啊都想买来用用看哦、啊。甚至啊，有人在我的私带里面跟我说，邱医师，我妈妈看得很想买来喝喝看呢、欸，跟你买有没有比较便宜一点？啊，天哪！这个广告齁，我怎么去报警，怎么去处理都没有用。邱医师呢，在这边再跟大家强调一次啊，这是诈骗，诈骗，诈骗，这是假的广告齁。其实这状况，邱医师也不堪其扰。脸书粉专特别提醒：减肥门诊只有实体，没有所谓网络老师专人配药。要避免被骗，只要记得邱医师只在诊所亲自看诊，其他都是假的。因为我们也已经采取法律行动，也报警，然后也告对方。有些人啊，被骗的买了好几万块的产品之后啊，发现一点效果都没有，居然找到我们打电话来叫我们赔偿他。哎，毕竟减肥配方不可能医师完全没经过专业亲自诊断就能开立，民众眼睛还是要睁大，以免吃下肚反而伤身。那个影片哦，是我在讲啊，邱医师推荐的轻卡厨房代餐的产品。最近有很多人跟我说，吃了以后就瘦了，我女儿也拿去吃，吃一次她也跟我说她瘦了。然后呢，昨天晚上我们全家要出去吃晚餐了，她说她不要，她要吃代餐，她就吃代餐。因为代餐的产品呢，如果你拿来代替正餐哦，它是在医学上证实是有减重的效果的哦，但是使用也是有它的要诀跟它的一些方法哦，你一定要遵循啊它使用的方法，你才会成功的降低体重。可是呢，却被这些诈骗集团呢把它盗用以后，把我拿的那个代餐轻卡厨房的代餐，把它马赛克掉，换成他的产品，说是我在推荐他们的产品哦，所以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大家一定不要上当被骗了哈。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谈谈了、啊、这个喝茶到底能不能减肥啊？茶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大家想想看，茶跟一般的水差别只在于它里面有冲泡茶叶渗出来的东西嘛。那这里面渗出来什么东西？就是儿茶素嘛，单宁酸嘛，还有什么？还有里面一点点的咖啡因。单宁酸对减肥效果不大啦，但是儿茶素有一点减肥的效果。因为儿茶素呢，它是一种多酚的抗氧化剂。多酚的抗氧化剂呢，它里面的酚就是它有一个 OHG， 那个叫羟基。这个羟基啊，会跟糖的醛基 CHO 结合，然后结合之后呢，会把糖变成配糖体。配糖体呢，在消化道里面就比较不会被消化吸收啊，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呢，就是这个羟基的 OHG 啊，它会跟蛋白质的硫氰基或蛋白质的氨基结合，那么就会降低这个蛋白质的效果。举例来说，我们的消化酶，像我们的胃当中有消化蛋白的酶，我们的小肠当中有消化蛋白质、脂肪跟糖分的酶，这些酶都是一种蛋白质，它们的蛋白质的构造里面都有一个硫氰基或者是氨基。那这种氨基一旦你跟茶里面的儿茶素结合的时候，它的消化作用就会被降低，因为它的作用减低了，所以消化力减少，吸收热量也会减少，就是这样达到一点点的减肥效果。但是这个程度其实是很轻，大家不要把它过度强化、过度神化。第二个成分啊，就是它的咖啡因。咖啡因哦，其实茶里面含的也不多，茶里面的咖啡因大概只有同体积咖啡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它的量很少。而且呢，咖啡因要能够帮助减肥，必须是在你有肾上腺素分泌的时候才有效果。什么意思？我们运动的时候，肾上腺素分泌，让你的代谢增强，燃脂增加，但是这种作用很短暂啊，我们的身体很快会把肾上腺素把它代谢掉。可是啊，当你体内有咖啡因，会有氨基非林，就是一种气管扩张剂的成分的时候呢，肾上腺素的代谢就会被抑制，也就是会延长它的作用。延长它的作用以后，燃脂的效率也会增加一点。可是这个作用也是不高哦，大家也不要把它过度夸大。最后就是要跟大家讲说，那如果你喝了茶，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达到减肥的效果？大家想想看，如果我现在很口渴，我不喝水，我来喝茶，请问你这样有减肥效果吗？答案是没有的。只有两种情况下，你才有可能靠着茶来减肥。第一个就是我呢，一吃大餐之后，我马上喝一大杯的茶，利用这个茶来抑制糖分的消化吸收，还有抑制消化酵素的功能，才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这样子才会有一点点的减肥效果。那第二个呢，就是在运动之后我喝茶，这个时候利用茶里面的咖啡因来延长增强我肾上腺素分泌之后的那种燃脂的效果。所以只有这两种状况，其他时间你喝什么茶，对你的这个燃脂减肥一点效果都没有。所以在不正确的时间喝茶是没有减肥的效果的。这也就是我一直以来没有夸大喝茶对减肥的这种好处，我也不会去卖减肥茶的主要的原因。
所以邱医师啊，在这边再强调一次哦，如果你要减肥啊，你大可不必去花大钱买这个广告上面的减肥茶，你只要把家里面的茶拿出来冲泡以后拿来喝，包括什么？包括绿茶、红茶、乌龙茶、高山茶、铁观音这些茶都可以，通通有效。只要你喝对时机，就会达到一点点的减肥效果。但是话说回来，减肥光靠喝茶，它的效用其实是没有那么高的。最重要的还是要你少吃一点，多动一点，才是真正对于体重控制有帮助的做法了。好，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呢，对你有所帮助。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讯息。我们下回再见，拜拜。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请在下面按个赞。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请按订阅。下回见。